超级长裙，我觉得这也是高个的裙子。对，它跟刚刚工装风有一点点像的两个口袋，但是它的材质跟刚刚的完全不一样哦。这个就是偏那种棉质的，对，然后里面是卫衣布的，对，那是卫衣布哦。它有两个大口袋这样子，前面这边侧边也有一个小小的口袋，对，然后多少也不小啊，这边长的呢？对，侧边，侧边，对，这边长。它的那个抽绳呢是鞋带的那种抽绳，然后一样有包金属扣，对。但我觉得像我这么矮，我穿的长高度大概是在我的肋骨盆这边，它已经就是完全落地了，很长的。对，然后后面它是有开叉的，所以你其实也是蛮好行走的啦，很方便。对，然后如果像小心那高个子穿起来，我觉得一定很好看。对，你因为它是松紧的嘛，所以你这个边你的长度是可以自行调整的啊。对，你可以穿高一点点，它就不会那么低。然后下摆呢有一点点不修边，但是它还是有车起来。哦，对，它是下面最下面这边是不修边，但是它这边对它不会虚掉的。对，后面的开叉我觉得还蛮大的，这样子两片这样。然后它还有它是黑灰色以外还有这个粉，这个粉橘，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一个那个刨冰上面的那个糖浆，草莓糖浆，对，对，这很可爱，这个粉超可爱的，好美美的粉色，对，然后它的抽绳更亮了，对，它的抽绳是这种真的是荧光的那种粉的这种抽绳哦，很可爱，绿色吗？绿色是比较墨绿感一点点，对，不像刚刚那种草绿色，对，不一样，对对对。它蓝绿色很特别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这两个颜色蛮特别，对。特别色，小裙子也是穿到骨盆的位置，然后它落地的地方就是到脚踝的位置，它真的是全长对，脚踝的这个位置哦。它非常友善那个胯宽，因为它是微微的 A 这样子，然后你还可以穿，就是故意穿低腰一点点，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 Y2K， 这个颜色也超级对，好看哦。对，我觉得它里面其实也是包好的啦，这样子。它里面那个松紧带是宽的吗？宽的，宽的，它是宽版，这样满版。小军穿，对，满版，小军就换喽。满版的哦，然后里面是卫衣布这样子。卫衣布的。对，真的卫衣布，所以说还是有一点挺挺的。对，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卫衣的那种重量感，对的，一点点，对。因为它这样子的话，你胯宽才不会那么明显。呀。不一样。好了，小军来了。拍照好了。好看。好好看哦。好看。我觉得黑跟灰的话，就是非常的经典入门款。对对。然后想要特别一些些，就是比较近一点的话呢，就非常推荐这两个。这两个色。